哟，你可是稀客呀！我有话跟你说。进来说。 跟我说这么多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，松村肯定不只是一个报馆社长这么简单。我觉得你是疑心病太重了。松村他既然从本土调到南京来，当这个社长，那肯定是被人器重的。别人给他追加一些投资，理所应当啊。你说他记不得报馆的人数，那我告诉你，他以前就对数字很不敏感。 这完全属于正常范畴。再说了，他一个社长，为什么要对业务那么了解啊？正所谓抓大放小啊，不用什么事情都面面俱到的。你这么袒护他，是不是因为你们之前是朋友？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兴许我跟他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。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。我的意思是你讲这些都没有根据。 你要想证明他的身份确实可以，就得拿出确凿的证据来。你疯了吧？你去跟踪他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？我很小心的，他没有发现我。他说他要去居酒屋，结果他进去没待几分钟就又出来了。 那倒挺奇怪的。后来去哪儿了？他去了山西路7号，好像是一家商贸公司。你确定他去南山？躺下。干嘛呀？ 真是没有想到啊！松村竟然是这种人，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日本人的银窝，口口声声还拿我当兄弟，我看他真是活腻了。夏玉珠，我今天就要你告诉我一句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你说。我，爷爷，你先放开我！你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，跟你说，你讲的那个山西路7号，其实就是瞒天在南京的事务所。 不要扭扭捏捏的了，快说啊！说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，那个松村肯定是特高科派来的，这条线就不要跟，交给我。可是他现在很信任我，我接近他顺理成章的。你躲不过他的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行了，夏雨珠，有你这句话就可以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既然我们两情相悦，就不要再克制自己了，同意吗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同意吗？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 你俩干嘛呢？玉珠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姐，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么回事。啊，我跟雨珠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喜欢雨珠很久了。现在正好和平也不在，我就想跟她一起增进感情，所以我就跟雨珠商量，就想今天就睡在一起。秀君浩。 别胡说八道！我先出去了。小俊浩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种女人不能沾，沾上就会有麻烦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雨竹的过往，我可以完全不在乎，我就是想爱她。 我发自心底的爱他，我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但是姐，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我觉得我有权利去选择我究竟爱谁。我现在就想保护他，不让他受一点点伤害。你这个样子，简直和我当年一模一样，就是觉得为了感情，可以放弃一切，甚至是生命。
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幼稚了。是，你现在是成熟了，你成熟的天天跟姐夫俩吵架，把姐夫直接吵没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样，你和雨竹谈恋爱我可以不管，但是如果谈婚论嫁我绝对不会答应。带了些水果，拿着吃吧。谢谢。朱大姐，我真没想到，松村居然是日本特务。他这个身份对我们太有利了。自从来了南京，我还没有实质性的工作，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。现在松村这么信任我，君浩又可以帮我做掩护，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我可以利用它获取情报。玉竹，松村确实对我们很有用处，但是千万不要冲动。我知道你立功心切，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进行的，只有保全了自己，才可以开展下一步的工作。欲速则不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不起，我太心急了。既然松村对你那么信任，你就更让他觉得你心无旁骛，让他对你放下戒备，我们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情报。我明白了，我会按兵不动，把心思都放在平时报馆的工作上，让他对我放松警惕。嗯，我们掌握了一些情报，日本人最近有新的动作。据可靠消息，南京特高科正在密谋一项计划，是针对我们新四军的，但具体内容现在还没有搞到，你在适当的时机留意一下。你讲的那个山西六七号其实就是满铁在南京的事务所。松村最近频繁出入满铁事务所，想必和这个计划有关系。周大姐，让我试试吧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一定要小心。小东啊，哎，昨天拍的照片选好了吗？啊，你看这一张行不行？雨竹，行不行啊？这张不太行，焦点太虚了。好，この前新聞館の行事やったやんな。あの後前を富士で降ろしたやんな。覚えてるか？はい、覚えてますよ。ちゃんとシャアさんを送ってやったんやろな。いえ、シャアさんは服屋を見て入りたいと言ってました。服屋？どこの服屋？富士居酒屋の近く、交渉服屋か。交渉服屋。ほな彼女が見てる間待たんかったんか。その時シャアさんは自分で帰ると言ってました。そうか。
见。玉竹，还不走啊？我明天要发的稿子还没写完呢，写完就走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。
你干嘛那么认真？难怪那天你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，你从那时候就开始抽了。你抽，你想死，我陪你一起死。要抽一起抽。干什么？起来！就是个消遣的东西，能忘掉烦恼。我就跟自己怎么不早一点开这个窍？真是疯了！王主席说过。 工人们要自律，要勤勉。你作为政委会的秘书长，你抽这个东西，传出去你就毁了。什么王主席什么毁了？我们来南京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毁了。到现在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真让我恶心。别说那么多了。 社长，这是昨天您让我整理的文件，都在这儿了。好，你辛苦了哈。没有。昨天应该加班到很晚吧？还好。最后一个走的？哦，没有，雨竹比我走的还晚呢。是吗？嗯，他说他的稿子还没有写完，想写完了再走。 估计要等到半夜了。哎呀呀，那么辛苦啊！好，可以了，谢谢你。
もしもし。張くん、ワイヤ、松村や。是啊，最近太忙了，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。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啊，没问题，我来定地方。保你满意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把雨竹小姐也一起叫上。嗯，出双入对嘛，我怎么忍心拆散你们？好，ほなまた後で。秀根说我们两个人一起过去，他还有些不放心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秋，川のところの淮安菜馆ですか？頼む。はい、行きます。ワイのカバン。カバン？あ、ここです。悪いな。小哥，宋川，我以为你要把我女朋友拐走的了。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你不要胡说，社长对我是很照顾的。都不是外人了，别叫我社长，直接叫我宋川。好了，我肚子饿死了，赶紧进去。走。为我们的友谊干杯。来，干了啊。宋村，我记得你不爱吃中餐的，怎么今天突然选择来这家？估计也吃不了多久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记得野岛吗？野岛，我们同学。啊，是，那小子在我们学校啊，还是柔道冠军呢。死了。死了。在不甘维尔岛，跟美军交战的时候，被炸弹炸飞了半个脑袋。太可怕了。宋村，你说，美军连山本五十六那么狠的角色都能干掉？
他们现在已经猖狂到什么地步了？姐好，这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瞧瞧这一年，德国在东线战场战败，意大利都投降了，帝国也在不停的失败，中国的军队越来越难对付，他们不再怕我们了，就连老百姓都敢袭击我们，我们真的完了。宋存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悲观了？这不像你。现在日本国内十五六岁的娃娃都见不到了，整个帝国的男人都上战场，大日本帝国已经快打光了，男人没有了，石油没有了，钢铁没有，只有女人。你说他们和谁去生孩子？기레나테다지옥고도있소다你是想家人了吧？他是我女朋友，喝多了。对不起，我喝多了，我喝多了。来来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江小姐。我去给你沏壶茶。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？雨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好好的翻人家的文件干嘛呀？俊浩，你的反应太让我失望了，一点都不知情，而且还在维护他，你跟他是同伙的。宋村，你真的是喝多了，你怎么能怀疑我呢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怀疑夏雨竹是奸细。之所以我没有抓他，就是想看看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。结果一目了然啊！宋村，你错了。夏雨竹是我的女朋友，但不代表我真的了解她。我萧俊浩是大日本帝国培养出来的，无论是谁也不可能改变我的立场。所以，说吧。你们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？好吧，宋村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。我跟你坦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……
对新四军做了一个秘密的计划，我要找到这个计划的内容。给我看看。假的。假的？嗯。你都没认真看，你就说这是假的？他既然已经怀疑你了，就不可能拿真的文件来试探你。看看包里还有什么。日本军官俱乐部包房的钥匙，这上面的 PH 是什么意思啊？日本军官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南京的安乐饭店，而 PH 就是安乐饭店的英文缩写。日本占领南京以后，把安乐饭店改成了日本军官俱乐部，而这个俱乐部就是专门给那些日本军人玩乐和消遣用的。他既然能把这个钥匙放得这么隐秘，说不定我们能在他的包房里边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把尸体处理掉再说。可是外面有他们的人，会被发现的。我有办法，你把他的东西收起来。到底要干什么？把他打扮好。好把他背出去，这能行吗？把帽子拿过来。喝醉酒的人跟死人没什么分别。呀，どうしました？社長、大丈夫ですか？夏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社长太高兴，喝多了。我们送他回去。哦，那辛苦了，交给我们就好。啊，不用，我们送他回去就好。哎，可是是什么呀？我也啰嗦。你有？すいません、社長の安全のため、社長頼んで、俺が運転する。はい。哦，苏村，慢点啊！哎呀，玉珠，扶好社长。嗯。这酒喝了。别过来了。请出示证件。出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要临检？啊，报告长官，城南死了个日本人，我们在追查凶手。啊，追查凶手，改个临检有用吗？哎呀，人家会自投罗网吗？哎，说的是啊，这上头下的命令。我们不得不服从啊！嗯，辛苦了。对不起啊，长官，随行人员也要接受检查。快点啊！哎，那这位是？我日本的一个朋友，他今天喝多了，我负责把他送回去。他叫松村一郎，是报社的社长。要不要把他叫醒，给你检查？社长，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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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本人就不用检查了，耽误长官时间了。啊，慢走。发行。
这段路怎么这么晃啊？师长，你可千万别吐出来。くずまない一路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こちらのお客さんがベトナム人が欲しいんです。こちらのお客さんが中国人の方がいいんです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、はい、失礼します。彼女たちはすぐ降りてきます。彼女たち、まずホールに待ってくれ。はい。セリンバ。
心碎。